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申立，欢迎回来我们的宅男的人间冒险啦。上一次我们成功毁灭世界了，成功毁灭世界取得一个女主角的爱情啦。对，虽然最后还是死掉了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将来过第二个主角，第二个女主角，也就是观众期待已久的在打电动那边遇到的女生吧，说谚语的好像是。但是在看之前呢，我们上一个主角那边还有一个彩蛋呢，我们马上去看一下吧。OK， 我们来便利商店这里。便利商店这里呢，会遇到上一个女主角，就是毁灭世界的。我们看到她之后，直接向她告白，据说会有结局，很特别的，向她告白啦！我好喜欢你，请问可不可以跟我交往呢？哎 ，What the hell？ 店员，为什么是店员？哎，有时候爱情就是如此莫名其妙啊！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，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。我只知道，当爱情来临的时候，你挡也挡不住。为什么是你啦？或许当你尝试接受后，你会发现可能现在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出柜了，出柜了！哎，为什么是你啦？突如其来的爱情，为什么啦？哎，八嘎呀！我还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结局呢，被女主角直接给枪杀之类的，因为她是反派的魔王嘛。没有想到竟然是旁边的服务员、旁边的店员介绍。好了，我们马上来开启我们新的主角吧，新的主角篇章。好的，前面呢就跟之前的一样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我们跳到便利商店那边去。好的，回来到便利商店了。我们来便利商店呢，如果要攻略那个在电玩的女生的话，我们需要买游戏攻略，没错，还需要买矿泉水，也许需要买，哦，我们原本就要买的吧，啊，能买的都买吧 ，OK， 这四个买吧。有游戏攻略的话，就可以赢她了，对，就可以赢那个电玩的女生了。然后至于这个第一个女主角呢，我们就不要救她了，让她被灯砸死吧，看一下怎么样啊。你要毁灭世界是吧？啊，我已经陪你毁灭过一次了，可以了，不要了，什么都不干。你没事吧？我要赢你，等我。流很多血！喂，你醒醒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完全没有反应了呢！赶紧叫救护车吧！好，是的。怎么样，医生？这是到底情况到底怎么样啊？他死了？什么？你是他亲属吗？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那么我刚刚是怎么被灯砸到的？我不知道，别问我，什么不知道？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不管的事啊，不要问我，你要问店员。我先走了。喂，一顿人。Oh my god。你的店是有多少个灯的？OK， 我跑走了。哇，这太可怜了！我现在也拯救过一次世界了。如果刚刚反应快的话，应该可以救他。不过也不一定啊，万一砸到我，那么坏掉的是我呢？啊，算了，别想了，心情有些低落。整个地方上的心好了，我想想啊，对了，我想了一个好地方啊！对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救他的嘛，啊，救他出来打电动也是一样可以取得这个女主角的嘛，哎。啊，随便啦，反正杀他就可以拯救世界了啦。很久没来打游戏了呢，来打游戏啊！这边跟之前一样，只要赢你，我们就可以攻略你了吧？来，跟你比试一下，我有攻略书，好，比就比来吧。所以先换个三分就赢了，来。OK， 我这一次我是右边。OK， 我有游戏攻略啦，现在有比较简单吗？没有啊！哎，他还是很强啊，他很强的，神经病哦！为什么攻略呢？攻略要怎么用？为什么我会输的？为什么？啊，怎么突然间变黑了？喂，有没有人呢？打完就变黑了耶，为什么？好强的光线！眼睛快怎么开？大师说，我是单身之神。什么？好奇怪，神啊！你找我干嘛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已经完美错过了几段婚姻了，你相当完美的展示了一番你单身的能力，我十分欣赏你。怎么我的身体？
你已经慢慢接近神的境界了，你这辈子已经不可能摆脱单身了，单身真的很快乐。不要啊！我看戏也一个人看，我放假也一个人放，我说笑也一个人笑，我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，汪，注定就是孤独终老了，汪汪，我是一个人吗？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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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在路上看到随便一个流浪狗的话，请善待它，不然你未来有可能会变成那只狗的、它可能生前是人啊、为什么会输到？我买攻略了没、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赢的啦、一本教你如何打败对手游戏攻略、要读啊、要读 OK 看这本书感觉自己玩游戏的能力突破天界呢。 OK 这样就可以了吧。来，我有读攻略啊，这一次还是很强呢。读攻略就不一样，他变笨了，不是我变强，是他变笨了。哇，读攻略我不会变强，只会让别人变笨。OK。Oh shit， 我是白痴。Oh no！ 不要怪单身是神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够了，够了。看来我很适合单身的，不管怎么样都会单身的。哎呀，游戏不要这样啦，现实都这样的。One hour later。好啦，好啦，还可以啊。点解会咁噶？你系点赢我噶？那个就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赢的。你没有买攻略书吧？哇，犀利，睇嚟我啲水准都有待提高啦。只要你看了攻略书，你就可以用那个棒棒使出升龙拳啦。刚刚那个打球的棒棒。你平时都好中意打游戏噶嗬？没有啊。啊，是啊，我平时很喜欢打游戏的。你想打些什么游戏啊？我喜欢打生活危机、植物人大战僵尸，还有求婚之路。哦，看来你想打僵尸题材的游戏嘛。是啊，僵尸真是个经久不衰的题材。认同。那刚刚你是打什么鬼？你动作像僵尸一样呢。你都挺好听的，听日有个动漫展，不如一起行下。好啊，哇！你声音好逛街。冷静，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，不要再成为单身狗了。OK。点啊？大男人唔好吞吞吐吐啦，好嘛？唔想咪算咯。不，我想去，我刚刚只是有点激动啊。你见咩啊？没事，我第一次去动漫展，所以比较激动。我哋听朝喺呢个机身门口度等啦。OK。OK， 没问题。那我先回家了，明天见。再见。朝早准时呢度等。好的。啊，手机号码不用交换吗 ？Yes！ 居然你身主动约我出来，真是太爽了。咦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刚刚太激动都忘记问他的名字了。啊，算了，明天见面的时候再问吧。诶，这不是米高吗 ？Hello， 回家吗？啊，对啊，天都黑了，你在门口干嘛？哦，没什么啦，出来接个电话而已啦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Bye。好，我的屋子要烧起来了吗 ？Shit！这边就先跳过吧，这边火烧了就是一样，烧是我家，然后我就只能暂时去伯伯家住啊。OK， 我们来伯伯家这里了。我们之前说要扭蛋的嘛，但是我们忘记扭蛋了。我记得我还有多一块钱吧，我们扭看一下。哒哒哒哒，里面是什么？啊，游戏代币！我扭出来另外一个扭，再扭多一次看一下。再打开看一下是什么？里面一张纸条，写着什么？What the hell？ 谢谢外公，我靠，骗钱啊！哇，烂机器，哇塞！据说呢，波波的房间的模型是可以动的，可以啊、哦，有！啊！嘿，波波，听说你是讨厌我是吧？嘿。OK。是破坏之后心情啊，心情舒畅啊！对，我们还有买 Q 的游戏延伸代码，我们待会可以去播放看一下。哇塞，这边有收音机嘛？来 ，Q！ 哇塞，原来 Q 是恐怖游戏啊！睡意减少15%，
山下智久，山下智博，好了，我来帮波波改一下，帮波波改成全部都是不好的。今年85岁，性别半男半女，兴趣杀人，性格特点目中无人，我行我素，满口脏话，贴上一个兽人。OK， 嗯，很好。哦，我家钥匙可以开吗？尝试用自己家钥匙看一下能不能打开。我靠，钥匙断了！哎。OK， 第二天了，然后波波就会想办法把我们赶走啊。OK， 然后我们要去见个女生，所以我们就出门了。然后旁边的东西没有带，对，手机那些没有带。好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到这个超霸机厅这里啦，等这个女生了耶。早早上好啊，一早起来就抽烟了啊。早餐来的。这样对身体不太好吧？而且你还没有成年吧？我还成年呢。诶。感觉很可疑呢，这小萝莉。你讲咩啊？没说什么。没吃早餐嘅，然后呢？我不要抽烟哦。这谢谢。一路行一路食啦，去到仲要排队噶。那你为什么抽烟不吃三明治呢？我们要去哪呀？万展啊，寻日讲咗噶嘛。对，我想起来了啊。哎呀，哇！动漫高手嘉年华呢，哇塞，好多人哦。而且好容易会走散。你电话号码是几多啊？我忘记带手机了。白痴噶你，做乜可能冇带手机就出咗门口噶？对不起。我真系未见过有人咁蠢啊！你话而家点算啊？我们牵手吧，我们顺其自然进去，好，顺其自然啊！我们就这样进去吧，我紧盯着你，应该不会走散的、啊。好啦，唯有咁咯。与你在茫茫人海里飘荡。海水一浪接一浪，无情地打在我脸上。我沉溺在大海里，再也找不到你。爸，就说牵手了啦，初见便离别，会被踩死吧？如果你停下脚步的话，所以不要停啊，要一直走。牵手啦，干嘛不牵手？好啦，我们牵着手进去如何？或许我们可不可以牵着手进去啊？这样我就不会走散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招好用哎！这样以后我跟女生去某个场合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带手机了啊！你讲咩话？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。你专登干嘛？不是我，你就当我乱说吧。哦，这哇，好痒啊！你唔好问我的，你想讲乜嘢啊？我想问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森林。个名好难听啊！什么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高行条野，请多多指教。你是日本人？很不错的名字。到啦，我哋入到会场啦。呼，终于进来啦！哦，好爽啊！但是我下次应该会带手机，然后假装没有带，才可以牵到女生手啊。不管怎样，手机还是要带着的，比较安全，避免意外发生嘛，才可以报警那些。这也可以放生了，我想应该不会走失的吧？喂，我的傻，不要掉了啦，手快被捏爆了。不过第一次牵到女生的手，感觉相当难忘呢。就算不是第一次，你想忘也忘不掉吧？这大猩猩的手臂吧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动漫高手的会场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会场的工作人员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前来问我。你的五官怎么这么小，脸这么大？好的，十分感谢。对了，这给你们。游戏周报，是免费的游戏周报，祝你们生活愉快。游戏周报，看看里面说什么一下吧。 Q 的人间冒险的制作公司面临倒闭危机哦，该公司仍然坚持大力开发新游戏呢，希望能顺利翻身啊。但员工不仅收入低迷，而且还差点连饭都吃不上了，真的好惨呢！哎呀呀，啊！这个红色那是什么啊？那是集合网，一个叫做游戏资讯的平台。对了，集合网里面还设有广播，如果走失的话，可以去广播那边联系哦。好的，感觉小朋友在商场走失的感觉啊。这什么？箱子？估计是有人不小心落在这里的。打开看看吧，哇，好多钱，黄金！
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多钱的箱子在这里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估计失主应该很着急了吧。我们不如去开广播问问吧。哎，还好不炸弹哦。OK， 去吧。你好，欢迎来到集合网，我是哈迪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你好，我们刚刚捡了一个装了大量现金的箱子，直接放在他们那边不好吗？直接说捡到箱子放在那边啦，就什么不要管啊，当作没有看到啊，没有开过啊，估计是刚刚有人不小心遗留的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忙广播寻找失主呢？神经不昧，现在很少有像你这么好的人了。那么那个钱其实是我的啦，给回我。开广播什么的没问题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啊，十分感谢你啊，太谢谢你了。啊，没事，小仪式交给我吧。麦克风 on。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有人遗失了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，有人遗失了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。你们这么文字白痴吧？肯定每个人都会来领取的啊！请失主前来集合王人领，请失主前来集合王人领。谢谢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我相信很快失主就会来认领了，不是失主的也会来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么感谢你，哈迪。咦，好像有人来了。你好，我是个领事的。你好，你是失主吗？没错，我是失主。拿去吧，下次记得不要乱扔了。OK， 没问题，那我先走了。感觉做了好事呢，不过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呢。我没有觉得怪怪的感觉哦。你好，我是认领失物的。啊，失物？什么失物啊？就是那个你们刚刚广播说的大量现金啊。什么？你是骗子吧？刚刚失主已经领走了。啊啊啊！我才是真正失主啊！你是骗子，你是为了学校来的对吧？那真的是我的灰色箱子棕色手把，对不对？你们真的给了别人？对，对不起，大意了。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失主啊！哎呀呀，我就觉得过程有点怪怪的。不会，放心，我认得那个人的样子，我可以一起去找他吧。一切都是我不好，只能这样吧。我叫森林，这里是我的朋友骨痕条野。啊，多多指教，我们会一起找回箱子，弥补刚刚过失的。谢谢。我叫做中国 boy， 不对不对，不要少说，我马上出发吧。范林应该在会长会长。啊，没问题没问题 ，OK。他肯定把那个显眼的绿色衣服给脱掉了，白痴啊！不知道范林逃去哪里了呢？代表这么多的样子，过去看一下吧。那边好像是特别嘉宾表演的舞台啊，先过去瞧瞧吧。哇，这好多人啊，好热闹啊！哇哦，估计待会是很精彩的表演吧？哇，期待期待，我们在这里看吧。不是寻找的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动漫高手的舞台剧，接下来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等着大家。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啊！哇哦，好想看啊，感觉到看呢、欸。你们不是要帮我找回箱子的吗？一起看一下嘛，反正我觉得箱子已经找不回了。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啊！你给我打死他们！现在首先是游戏的 cosplay 表演，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吧。哇，好还原啊，简直像从荧幕里面走出来一样！这不就是肥佬范特西七的主角吗 ？Final Fantasy， 真的好还原啊！等下，绿色衣服的该不会是那个 I'm gay 的吧？I'm gay， 跟你的穿一模一样啊！进来进来，神一般的 cosplay 啊！哇哦，罗夫跟拿鲁头 ，OK。好的，刚刚大家欣赏完精彩的 cosplay 表演之后，接下来就重头戏了。现在是日本的山下智博为大家表演干舞，大家热烈欢迎！哇哦，居然在动漫场上还看到干舞啊，真是让人期待啊！你说对吧，中国 boy？ Hello， 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山下智博。很高兴被邀请来为大家表演钢管舞，而且今天不止我一个人来表演啦、啊！我要带上我的助理跟我一起表演，大家掌声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助理 ，I'm gay， I'm gay， 这个人，除了这个人，绿色紧身衣的这个人，你给我站住！靠，快逃，别想逃！什么情况？那个人就拿着你箱子的人啊！什么？我们快追上去吧！糟糟
再不走钱我会被抓到的。有了 VIP 室。在哪里？那坏人躲去哪里了？累死我了！你们跑得真快啊！哇，这干对了！啊，太好太快了吧！不过古局在这里附近了。NTR VIP 会不会躲在洗手间里面啊？我觉得可能性很大。我们飞鸟行动吧！中国 boy， 你下 NTR 是？怪怪的这个名称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吧。这个中国 boy 呢，即将去 NTR 室里面找那个人了。那个人应该是跑去 VIP 室吧。然后这个中国 boy 出来的时候，头上不知道会不会变成绿色啊？NTR， 顾名思义呢，就是被别人睡了啊。你的老婆被别人 NTR 走，就被别人睡走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男生他带你进去之后会体验一番 NTR， 可能头上会变绿色出来吧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再跟我们女主一起进去 VIP 室里面找他，夺回我们的金钱啊，没错。然后到目前为止呢，好像还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啊。第一个女主角呢是被一些黑衣人追杀，很刺激啊，因为要毁灭世界，地球要毁灭了。但是这个女生呢，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夸张啦，只是来到动漫展而已，只是钱被偷而已，好像也没什么的啊。那么敬请期待下一次，希望有更加重大事情发生啊 ，Yes。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是诗玲，我们下次动漫展见啦。我不会进 NTR 室里面的，不会 ，OK。Adios，MK 。没有，我不是。